大家好，我是大牛，今天来考考大家。这是两块北洋皂，一真一假。我们上图片啊，第一枚的正反面啊，五彩的，包括边尺图。第二枚啊，也能算老黑彩啊，再加上边尺图。再给你们单独拍了几张，单独的正面、反面的图，供你们放大、仔细。暂停着看，考验你们实力的时候到了，我看看到底谁是真有两把刷子。你们可以把你们自己的那个结论写在评论区啊，也可以转发给你认为的高手，让他试试看看到底什么火力。写在评论区呢，当成一个证据，省得我第二天公布结果的时候，有的人说我早看出来了，咋地咋地，别删啊，写上就写上了。这个没什么丢人不丢人的啊，共同学习，共同进步。啊，就这么多，仔细，我看看谁到底是真正的高手。来吧，散会。